一声令下，中国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还有火箭军，一连两天联合利剑操演，演习画面全都露。我们为台岛北部海空域组织对海打击科目演练，甚至亲门踏户，直抵我海峡中线。我的坐标是东经119度45分46秒，北纬24度32分47秒，水深不足50米。国军不甘示弱，秀影片反制。登上阿帕奇直升机，我陆海空军备战连成一线，不怕利剑来袭。还有海军岳飞舰监控共建南京舰，康定舰监控共建成都舰，双方大打文宣战。根据国防部24日公布的台海周边动态，截至上午6点为止，侦获共机49架次，共建19艘，海警船7艘，国军严密监控。更曝光 P3C 反潜机执行警戒攻击任务，侦获江岛级护卫舰、吕洋三型飞弹驱逐舰、海警船，全都无所遁形。它是政治目的高于军事目的，也就是在做一个就是表态，传递它政治上的这个不满，就是进行一个内宣，也就是转移它内部一些经济下行的情况的一个矛盾。同一时间，空军花莲基地 F-16V 战机频频起降做日常演训，一有状况可能随时站位，不让空军战机有飞入演训机会。记者文宗报道。